我们在打字，因为你用你的，你不要去动，你后面的人可以去。因为我一直是打两场，我现在没有接到球架。是你有接到球，是你自己吹风吗？很喜气的，我实力可能我觉得没有，我们都是冲在你后面。是你自己有很多力。我的前球我最后一直都过，太紧张了。不是你没有打到，只是你有拿到球，只是你。没有过，谁让你就是没有过？我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。你打球只是你不懂，因为你很多已经在防守上了，所以你不知道。Yeah.
到底看看。
又可以了，嘴巴很凉。然后把它撕掉，看它出船的话。这里面提出来。真的是吧？我买买啦！受不了，有你，有你帮他打开房盖啊！我买，我去钓啦！是我就前三脚打那个鱼了。啊！喂！dia main-main mah dia tak ada main-main tak ada mistik punya oh you jangan ni saya cuci yang tadi loh
Sudah habis, Pak? Belum, setengah sekejap.